我每天可以，我可以喝一箱，我的酒量很大，哎，酒量很大。是的，我不喝酒，我觉得那个人生就没有什么意义。嗯、争取找个啤酒厂家，每天给你寄几瓶啤酒过来。喝到不行，我才能够那个了解事情，了解事情。哦，好。一转眼，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。网红乞丐小张还在干他的老本行。哎，你怎么没在老地方啊？没有，我在那个那边不好玩，在这边这里好玩，这里有吃有喝的，这里有吃有喝的、这边安静一点，来安静一点，给我几块钱买啤酒好不好？搞十块钱来，搞十块钱啤酒。你还要我没带老相机，请不请我吃饭？是的，随便搞点，随便搞点饭菜。走。你个中国网友，那个看一下，一起吃，咱们一起吃。好。你看点什么菜？你想吃什么菜？随便拿。鱼香肉丝。啊？鱼香肉丝。鱼香肉丝，那就是茄子豆角了。然后那个青椒炒，是黄瓜炒香肠。没有黄瓜炒香肠。没有肉，你要不叫他给你弄个肉吃，好不好？这有番茄鸡蛋，好不好？哎，怎么看你比以前好像还胖了一下？我这两天有吃有喝的，别人给钱，我都过路的有的给几块，有的给十几块钱，有吃有喝的。怎么没在老根据地？那边已经混完了，混不下去了，都没人给钱了，都混完了。都是几块十几块都要完了。这边好玩一点，这边那个在马路上面有那个也很多好心人和过路人给钱我们。手机确实掉了，哎，我没有卖。哦，我喝酒那边都没、那边没人给了是吧？没人给还少了，变少多了。你一个以前的一个同学，他加我的微信了。他说，你们家以前还挺有钱的呀。哎，我以前那个有两套房子。他说你们家以前是有几套房子，然后被老爸输了，打牌输了我。然后你以前好像还说你以前在建设新村开过网吧。哎，开过一个小网吧，那个7万块钱。我老爸把房子卖了，给了我10万块钱。然后亏本就走了，跑路了。后来你钱亏完了，然后也折腾完了，跑路了，都知道，怎么都知道。然后他还说，现在网友的消息真是灵通啊。然后他还说，你们家每年都还有那个什么分红，分红啊？我有，我每年有10000多块钱，年底有。年底可以拿到低保，有10000多块钱。你怎么搞得都秃顶了？被别人砸了3瓶子。被别人砸了3瓶子？2瓶子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女的喝酒喝疯了，她拿瓶子，她拿啤酒瓶子砸我。那后来报警没有？没有啊，我自己把她治好了。这把她治好了。那别人附近的都没管我，商家没管你。有3瓶子。缝针没有？没有缝针，我自己把它弄好了。看看。凹了一个洞啊。对、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几个月以前呢、啊？几个月以前？半年以前，就是。半年以前。之前的那宵夜的时候。那你伤这么重，你怎么不让不报警呢？我只有自己忍下去嘛，没有人管我，我不能说。我比较那个比别人造孽一点嘛，可怜一点。我只能自己忍气吞声嘛。你还手没有？没有，我只能挡着。他砸了我三下瓶子。那你有没有惹他？有没有得罪他？没有。他发酒疯，他那里喝多了，这个女的。是不是你喝多了哟？他喝多了，我没喝酒。因为你也喜欢喝多了。我在那里讨饭，
他嫌我不干净，他发酒疯过来砸我，砸了三下两三下。我没骗你，这个伤口是这个，很疼啊。扛了两三下，好一点。那他一般过来是给你送吃的还是怎么搞？他给我几十块钱，有时候给我十几块钱，让我自己吃自己的，让我买点吃的，买点喝的，然后买点啤酒嘛。那他有没有提过让你回家跟他一起住嘞？他跟我把房子留着在，有一套房子吧，但是没有装修，我也不想去了。就是那种水泥房子嘛，什么装修，人住的那里有没有人，有没有吃的，我还是不想回去，还是想在外面那个自己给自己弄吃的喝的。好，那我拿一个，我来，我去拿一瓶啤酒跟你一起喝，一起喝，走一个，咱这样走一个，拿一瓶。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想不想就是换身干净衣服，剪个头，可以啊，过正常人的生活，可以，但是我要一个手机，反正要一个手机。我想看抖音，我看不到抖音了。